刘哥，王总，你这个生意真的巴适哦。这格局一大，路就宽了嘛。你说的对，我的八路都占开了噻。启动资金，我二舅子，我看你能赚啥。你不要到时候把我们卖了。从明天起，你们就是我格斗俱乐部的正式学员。以后你们要听我的规矩，要是还像以前那样，那就是茅房的八步，离死不远了。按照我教你的套路来。给你个秘密武器。李总，你往这打个擂台，我一口就踢。雷光，咋个不嗨嘞？妻子，给老子把妻子打出来！是不是想鬼火去搬石头？你为啥子要把这帮娃娃你都自己老婆上呢？妈，不过我觉得他挺好的。那天我看到他跟姐姐抢了。你哥就是假戏真做，诱拐孤儿，打黑拳牟利。你好生想一下，交代清。